你说还好久不见，你和你的他近来好吗？我说还你好，我和他也已经好久没见面。你对我说你也觉得爱并不如你想象的简单，就像你的他对你虽好，你却无法面对他的旧爱。我一直在等待真正的爱，不要痛苦也没有伤害，只是爱谁都明白，他总是和痛苦无法分开。你应该拿起电话告诉对方你已不能没有他。你对我说你也觉得爱并不如你想象的简单，所以告诉我你已经不能没有他。我一直